超级虐心。哎，戚薇就你看她经常就演那种很虐心的角色，嗯，而且她其实演那种狠角色啊，都是可以的。对对对。然后我很痛苦的就是我在这个戏里面，然后像谢家健呐、戚薇啊、张丹峰什么看到我，我们只要一演哭戏，一认真在演戏，他们就是流着泪看着我，演到一半就完全不行，就要笑场了。谢家健说：“嗯，唐丽，你知道我真的很。”他们没有办法看我，就是我太认真，他们觉得很可笑。你自己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？看这边，就不看，就不看他了。两个人眼神就错开。对，其实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嗯，说就算你不看他，你也还是会笑。就人长得好笑没？就真的是这样的。我上次拍一个感情戏，然后那剪辑房不停地传出阵阵的笑声。我进去一看，他在剪我的哭戏。我说：“难道我的哭戏那么好笑吗？”对，我就看来是很好笑，是不是？先入为主的太那个，哎，今天。